欢迎收看全新一期的 Tech Talk。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这个星期呢，我们将会的继续呢，就是来跟大家呢，就是探索一下 Careroom 的这个数据解禁式的。那其实说到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它其实现在也集成了就是能够支持多种语言的这个服务。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 Dr. Francis Dio 呢，来跟大家呢，就是谈一谈的。我们欢迎 Dr. Francis。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Dr. Francis，然后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差不多整整有20多年了。现在我属于是一个 AI 的工程师，然后专门做那个 AI。那我们再来聊聊说这个 AI 人工智能哈，从50年代到现在哈，它的那个发展史是怎么样的哈，好不好？那从20世纪的50年代，艾伦图灵的开始就是。开始创作性这个 AI， 他提出了图灵测试来确定机械是否可以模仿人类智能。OK， 20世纪60年代，随着 John McCarthy， 就是约翰麦可锡，开发了第一种人工智能的那个编程语言，叫做 LISP， 人工智能研究开始蓬勃的发展。早期的人工智能系统呢，其实是偏向于那个推理和基于那个规则的那个系统，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个专家系统的发展。到了90年代，数字的那个数据可用性，还有增加了那个计算能力的进步，还有推动之下呢，2000年代的时候，人工智能开始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了自然语言处理、那个计算机视觉和机械人技术，让很多的那个人工智能有革命性的那个铺出了一个新的道路。那我们就现在就看到了新的那个人工智能叫做 GPT， 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改变了。最近的人工智能的爆发很大的程度归功于深度学习技术，在发展还有大规模的神经网络的出现，例如 OpenAI 的生成，导致了2020年的时候发布了 ChatGPT， 然后我们就有1750亿的参数，这导致了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ChatGPT 呢，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现在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内呢，我们就有最新版本叫做 GPT-4 的那个基础，我们更有先进的那个功能，进一步的突破了人工智能的那个界限。谢谢。好，那其实我们大致上呢，就是了解完了这个 AI 的这个演变史了之后呢，其实就想要问问看一下 Dr. Francis 就是其实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 Careroom 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慢慢演变成为强大的一个互动的沟通工具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幻灯片好不好？ So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像呢，其实是2020年的那个 AI 人哦。来，我们再 next。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Careroom 的演变从专家主导的课程到融入 AI 互动的体验。这个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其实呢 Careroom 在早之前呢，应该算是一个叫做网络 研讨会，就是 Webinar 的形式。 它成为那个在线学习中的那个动态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的那个捷径式的那个整合 ，Careroom 就是数据捷径式哈，他们的演变呢已经发生了变革性的那个转变。这种结合增强了那个网络研讨会的体验，还有丰富参与那个负责任地利用的那个数据，开启了新的维度。Next， 那 Careroom 呢研讨会和以那个数据捷径式到底是些什么呢？其实网络研讨会呢，
类似于现代版的那个 课堂啊。但在互联网的时代呢，最初的作为那个专家在互联网上主持的虚拟课程，研讨会进一步的融合了数据洁净式概念，还有那个人工智能 AI， 它会将增强了研讨会的体验。想象一下，将 AI 的智能与真实的人哈知识的融合，在这个在线的课堂中，这使得研讨会会更容易的更帮助您的学习，还有跟其他人的互动。为了了解为什么这个混合会如此的重要，我们哈要回顾一下，这随着时间的推移，研讨会的在 AI 的帮助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看 next。最初呢，我们呢看到的是研讨会是其实是一个专家通过互联网传授和分享知识的一个手段。然而，这一个概念超越了那个单向的沟通，出现了数据洁净式的概念。当我们有个 K room 数据洁净室的时候，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属于安全的空间，可以在不损害那个隐私的那个情况下分析数据，这导致了人工智能的整合，进一步的推动了演变。Next， 研讨会、人工智能和数据洁净室的融合，这个三个完全一系列不相关的元素，当他们结合在一起呢，通过了 AI 相互的联系，就像人工智能能如何的去通过研讨会变得互动性还有个性化，也通过了增强数据洁净式的那个智能来加强了他们，将其视为一个能够大量数据中提取相关信息然后保持那个安全性的一个助手。 Next。好的，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大致上的就是了解了，而且也发现到说呢，其实我觉得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了之后呢，确实人类的这个生活呢会变得更加的方便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继续的来问看一下的 Francis Dio， 就是其实 Carom 的这个 AI 整合呢，它会如何的重塑在线的这个互动景观，并且呢就是为这个跨行业的一些专业人士带来更多一些新的机遇呢，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想要告诉大家哈，通过 AI 的融入呢，我们呢那个网络研讨会呢会经历了静态的演示到动态互动体验的显著性的转变。最初呢 AI 助手呢通过了脚本可以消息呢可以然后去吸引很多的观众，它逐渐的呢会要变成越来越智能化的互动。 AI 学习呢会偏好着增强和演示的能力，来让这个 webinar 研讨会呢提升为引人入目的那个甚至是量身定制的学习平台。 Next，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说的是，在不断的演进的那个虚拟教育和沟通世界中，正在发生一个变革性的那个革命，即在网络研讨会中整合了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互动。作为这个领域和创新的力量， K-Room 正在重新的塑造我们以信息互动的建立以有意义的联系的方式。 K-Room 的 AI 整合它展示了它如何增强可访问性、参与度以及个性化体验。 Next，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看到的是一个 K-Room 中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融合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进入了人工智能化的那个世界哈，这个人工我们应该叫做是数码人，这个 AI 数码人呢它会与人类互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那个融合。 AI 数码人呢会具备了会说话的能力，然后它会将增加了那个给我们那个人类互动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还会有那个非常多的那个所谓的功能，它就是可以有多种语言，然后可以24小时的不无间断的去跟人沟通。 Next，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AI 数码人呢，在这个捷径四里面的优势哈，它除了和它一旦进入了那个我们的捷径四之后呢，它的那个它的优势就很多了。它有语言能力，它可以讲40多种语言，跨语言的障碍，还有实现了全球参与，促进了那个包容性，还有数据探索。AI 数码人的那能在24小时存在，然后确保随时随地的获取信息，甚至增强跟用户的便利性。此外，这些数字的那个伙伴呢，利用了 AI 的那个专业知识，提供了相应式的互动，并且然后洞察我们的那个深刻实时的那个定制化的对话，甚至行业特定的知识。那我们想要进来到了这个 AI 数码人呢，在那个数码数据结晶室里面的优势，那其实哦，除了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它有很多的多语言的那个功能，全天式的那个伺候，它甚至还可以24小时的跟你聊天，甚至是对接。然后呢，它还可以哦，在特定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的那些知识。那我们要创造这个 AI 数码人的话，它的其实呢，它为什么这么好呢？其实是我们要做 AI 人头呢，像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创造这个视频，我们无需那个绿屏房间，也无需的那个所谓的 equipment， 就是器材，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些器材，然后不需要设备，也不需要专业人士，我们可以轻松的编辑，然后自定义的那个节奏过渡，甚至有更好的效果。Next， 那如何的去制造那个数码人呢？其实我们只需要输入我们的脚本，描述我们的场景、对话、动作，然后根本不需要那个任何的技术术语，也根本不需要那任何的那个编程。选择你自己的头像，然后从多种的那个头像中选择，然后匹配你的风格和品牌，然后最后的点击一个生成，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头像栩栩如生的跟你说话了。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示范哈。好，我们可以看一些示范吗 ？Demo。Did you think that this or this or this are real human beings? In fact, we are digital humans. Now, through Livestream GPT, you can generate a clone of yourself like this in just 30 minutes.Just upload real person videos. In less than the time it takes to have a meal, you can have your own digital human. Once the digital human is generated, they can go live directly. I'm so thrilled to have all these avatars as my buddy. It's like having a whole group of digital friends to hang out with and chat. With 100 AI digital human available on our platform, you have a wide range of options to choose from. Each digital being comes with its own uniqu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Allowing you to find the perfect match for your brand and audience. But it also makes me a bit sad to realize that they're just digital creations. They may look and act real, but deep down, they're not actually living beings. It's like having imaginary friends that I can interact with. And there's this feeling of anguish that creeps in when I think about how these avatars are still controlled by Livestream GPT, even though they can respond and engage with me.It's all thanks to the programming and algorithms behind it. As a Livestream GPT digital human, we can display anguish, sadness, happiness, and more emotions. These AI digital beings are not just static avatars. They have the cap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your audience in real time, answering questions, engaging in conversations, and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Your viewers will be amazed by the level of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they can have with your digital host. So,Why settle for traditional live streaming when you can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with AI-powered digital human? Start creating your virtual persona today and revolutionize the way you connect with your audience. Okay, 考虑一下 Julie, 一名哈讲师，他要面对很多的观众，然后他有很多的观众有不同的语言，他要讲，譬如说他有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听得懂马来语。或者听得懂华语，但是他的那些观众，但是他只能讲英语，
So 他身为一个讲师的话，他只能讲英语。那进入了 K-Room 的时候，我们可以制造一个人工数码人来做一个合作，利用多语言的那个多语言数码化，然后来让他这个讲师，让他跟全球的那个学生24小时的互动。例如一个中国的学生立伟，他希望得获得那个朱莉的那个见解，立伟进入了 K-Room 的平台，选择了一个使用中文 AI 的那个数码人的虚拟房间。这个数码人呢，可以以中文传达了朱莉的信息，让使立伟呢很轻松的连接内容，甚至了解内容。Next， 那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们有一个叫马克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那个电子商务从业者，他正在寻求一个如何优化自己的业务的那个策略。当他深入的研究复杂的那个网络研讨会时，出现了需要立即的那个答案以进行明智的决策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通过 K-Room 的 AI 数码人整合，那然后他可以成为他的可靠的盟友，利用 GPT 的那个技术，人工智能呢能让对他的问题呢提供了实时的答复。这种无缝互动丰富了马克的学习旅程，然后甚至是让他营造了积极以无障碍的那个理解的环境。Next， 来我们看一下一些演示好不好？Thank you for asking me a question. I will speak up without hesitation. Laura understands. Let me tell you. Yes, I know Jack Ma. He is a successful Chinese businessman and philanthropist who founded Alibaba Group,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mmerce companies. Laura understands. Let me tell you. Yes, I am familiar with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t is a classic Chinese novel tha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Laura understands. Let me tell you.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is approximately 5.7 million as of 2021.好的，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就看完了这个演示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要继续的来问问看一下 Dr. Francis 哦。其实说到这个 K-Room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呢，它是怎么样的去打破这个语言的障碍呢？我相信刚刚在之前已经有一点点的透露了嘛，所以它是怎么样的去实现跨多种语言的这个无缝可能就是沟通衔接以及学习的呢？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个 K-Room 的那个AI 的一个驱动技术呢，如何的去突破了那个语言的障碍，实现了无缝沟通的那个跨多种语言的那个学习。 OK， 我们就今天呢我想要探讨这个话题哈。网络研讨会呢会成为那个在线学习中的一个动态力量，随着人工智能的那个还有那个数据结晶式的整合，他们会演变成很革命性的那个转变。OK， 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是在于呢多语言能力，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数字伙伴哈，那个数码人呢具有无缝的那个翻译的绘画能力。OK， 他可以呢这个同时就是跟你在那个演讲者在讲英语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听到华文。或者听到了是那个意大利文，甚至是日文，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特别之处。通过消除语言的障碍，那个 AI 数码人呢，可以经过很包容性的那个参与，
甚至是我们哦，可以哦，就是录制了 AI 数码人，让他讲不同的语言，然后24小时的播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好处。来，next，OK，来，我们就来讲介绍一下阿里克斯吧，Alex，一个非常勤奋的那个专业人士哈，他渴望着及时的了解最新的行业见解，然而那个语言障碍呢，经常阻碍了阿里克斯得到了陌生语言呈现的价值。当他去了一个陌生语言，像西班牙文还是意大利文的那个研讨会的时候，他没办法去了解。但是如果像阿里克斯这样的专业人士，经常面临了这个常见的那个障碍，他可以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 K Room 的 AI 数码人呢，他就可以得到了所谓的弥补了这个语言的障碍，借助了我们的先进的语言的翻译能力呢，K Room 的那个研讨会呢，我们网络研讨会，我们可以迅速的帮那个阿里克斯呢，把他的所有的那个所谓的语言障碍呢去消除掉，创造了一个可以让那个专业人士在那个研讨会呢参与，而又不感觉到那个语言上有限制的那个环境。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演示哦，大家应该是蛮兴奋了，要看这个演示应该是怎么样的哈、哦。来，我们看一下演示，next。Socios y empleados de todos los continentes. Esto es fantástico, pero ¿dónde encaja el idioma? La respuesta es que no encaja. La mayoría de las empresas siguen exigiendo a sus interlocutores que se. Most companies still require their partners to communicate only in business English. We are here to change that. Wouldn't your internal meetings be more inclusive if employees could hear company news in the language of? ¿No serían más productivos sus programas de formación si ese mismo contenido contenuti fossero disponibili nella lingua di tutti i partecipanti? E non sarebbe più facile raggiungere nuovi mercati globali se la lingua non fosse un ostacolo? È qui che entra in gioco Kudo. La nostra missione è dare a tutti il potere di capire e di essere capiti nella propria Ora lingua. che sapete cosa è Kudo e... Now that you know what Kudo is, let's talk about where it is available to date. Kudo is fully integrated. It is in the Kudo platform. As in... Recorrido rápido. La plataforma Kudo es una plataforma basada en la nube que ofrece funciones especializadas para conferencias multilingües. En la parte inferior. Den Symbolen die folgenden Audiofunktionen des Meetings aktivieren und deaktivieren. Mikrofon, Kamera und durch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generierte Untertitel. Auf der rechten Seite haben Sie außerdem die Möglichkeit, den Bildschirm zu caricare documenti e vedere un elenco di tutti i partecipanti. 好的，那我们其实呢，看完了这个演示之后呢，其实我相信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很快的，就是来到了尾声哦。所以，其实，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呢，也想要问问看一下 Dr. Francis Doe 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呼吁，关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的吗？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刚才看了几个案例哈，我们通过了那个阿里克斯，还有那个茱莉亚，还有马克的经验呢。Kroom 的那个 AI 数码人呢，我们其实哦已经整合了很多的那个很明显的那个变革性的那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呢可以让专业人士呢可以得到更好的那个服务和价值。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通过这个 AI 数码人呢，我就想要。呼吁一下哈，来，next，呼吁一下哈，我们随着那个技术的那个进步，我们的 AI 驱动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数据洁净式的旅程，将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的一些客户还有那些观众更紧密性的对那个资讯的那个了解。然后我们来呼吁一下，对寻求丰富知识还有体验的人们来说，K Room 的那个网络研讨会
是我们的可以打破了所有的障碍，然后可以让我们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参与，并且哈通过 AI 数码人呢协作，甚至协同效应的那个有一个最重新的一个新的那个体验学习。所以我们想要呼吁大家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踏上一条通往可以更容易的更好的去让这个 AI 数码人呢变革的那个催化剂哈、哦，完更好的那个过更完美的那个研讨会的方式，再加上那个 K room 的方法，塑造了一个专业人士的学习还有互动的方式。谢谢大家。好的，我们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呢 Dr. Francis Diu 呢，就是在这里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相信呢大家对于这个多功能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功能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当然我要跟大家呢就是好好的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四晚上的8点呢同样的时间，大家记得一定要留守在这里，因为呢我们还会有更多有趣的一些课题呢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探讨的。我们下次见。